好，欢迎翻到嚟陈皮妹频道，继续我哋嘅三咩上咁啊！今集终于讲呢、这个12月下半月嗰、那个水晶球 Very Hard Plus 啊，咁啊要13万2，我觉得12万几，冇计争几千都要照打。咁我用晒手头上4只呢、这个原生5星嚟到打，咁啊大部分都升到5 level 嘅 skill 噶啦，咁啊，除咗新啱啱抽嗰只红色勇气队之外，点解呢关冇特别嘅陷阱啊？咁啊，除咗呢个风扇之外，咁啊，第一排嗰4道门，如果你打唔晒嘅话，喺第一个 wave 打唔晒嘅话咧，佢就会复活嘅，咁你又小心啲，因为你就4只都唔好打爆。如果唔系咧，你就谂下计点样可以 clear 其余嗰啲啦。OK，咁啊，第一推唔得啦，咁啊会删翻一只出嚟，你见到。咁啊，删完一只嗰啲就唔会再删，咁新嗰只就会有呢个再删嘅能力。咁你拣嘅话，如果要打唔晒嗰只，就打新嗰只先，系啦，因为旧嗰啲应该就唔会删住嘅。OK，咁我用阿拉丁同灯神啦，咁啊一夜射爆2只，好，咁啊继续，呢次系打得比较差啲嘅，不过都照系 S 级冇乜所谓。好，咁啊够能源就射埋落去，连射2次就2个，4道门都爆晒。OK，哇。轻轻松松，好，跟住就6道门啦。6道门就唔会有复山嘅，第二个 wave 嘅6道门系啦。咁啊，大有大量嘅风扇，好似有三把定5把，唔记得咗。咁啊，超麻烦，因为越多门正喺度，佢 turn 完之后就越大力咯。因为每一道门都打5000，黐线。好，咁而家有4道门正，咁啊，俾佢勾落嚟。好，跟住 wave 2嘅 turn 2，咁啊，一夜打落去勇气队度，整个大十字，再到阿拉丁度第二个大十字。OK，咁啊，而家得翻2只，其实而家可以开技噶啦，系啦，咁啊开爱丽丝大波波贯穿，咁啊 Kira 一个，不过有带风扇喺度就好麻烦。好，咁啊争少少俾佢勾多下，5000系啦，一下5000啊，一个门5000，所以大家要尽量清。好，咁啊应该呢度就轻轻松松啦，咁啊攞定啲。energy 先，唔好咁快清住。OK，咁啊攞咗一半 energy，跟住就到 wave 3。wave 3嘅话就4道门，会有再生能力。好，咁啊一嚟就开阿拉丁个技啦，跟住就直线打埋去连清2个大门，跟住撞正 big six 搞掂中路。跟住就慢慢嚟啦。系啦，咁啊，应该扯上去，睇望撞到一个，咁啊会 key 一道门。咁啊，因为同左右上下一道门咧，佢会连啊，佢会复山嘅。系啦，咁啊，而家就变咗右门要唔好打先，打左门先，因为左门打唔赢，佢又会再生多只出嚟。好，咁啊用红色勇气袋个招技，呢啲就系2个大炮台狂射。OK，跟住就用爱丽丝卡技爆一大橛，再打埋一下清埋 wave 3，跟住就到 boss stage wave 4。OK，咁啊3顶帽系啦，咁啊是但一顶会有大佬喺度。
咁啊，而家唔够能源就冇计，所以要储能源。咁小心啲喎，如果你出咗个大佬打败大佬，你打唔爆佢咧，佢会连埋啲门一齐勾落嚟嘅。咁啊，你一系就唔好开到唔够技，你就唔好开门。如果唔系就会硬食多少少伤害嘅。咁我打唔赢啊，三下爱丽丝都打唔赢，超厚，同埋慢咗，正常应该可以打得晒。咁啊，呢度两万，再加 boss 嘅7535。咁啊，27000几，差唔多超过20% 嘅血啦。咁啊，一枪。OK， 咁啊有碧色洗脑，咁啊又出咗 boss， 而家大得翻一道门啫。咁啊，扣极都系万二到，咁啊冇埋最后一道门，得翻5000几。咁啊，应该打唔到啊呢度，因为冇技啊，唔够能源。咁啊会出翻两道门，咁啊食翻7535啦。OK， 咁啊又变翻三队冇，直线系易打啲嘅 Wave Four，Wave Five 就难打，因为 Wave Five 系三队冇三角形咁排。咁呢度得翻好少血啫，只波使 Wave Four， 咁啊是但戳到佢出嚟都得噶啦。如果你有阿拉丁嘅话，咁用阿拉丁个招技系出咗嚟啦，咁啊拉过去。攞翻个波，跟住一嘢射埋佢。记得要出咗个大佬先好用呢招，如果唔系净系打白顶帽，打唔白个大佬。OK， 咁啊到最后一个 wave 噶啦，咁啊四个门，又系三顶帽加大佬，咁啊唔够能源啦，求其出打住先。好，中间出咗大佬，其实可以射落去。我可以用技系啦，跟住就揿啦。咁啊，狂爆啲门，扣有咁多扣咁多。OK， 咁啊，用埋大爆98%，因为系光属性对暗属性。招雞就會好少少，跟住再拉翻落嚟射埋紅色火箭隊嗰張卡，咁啊扣咗大半啦，爭25%走血呢度。好，咁啊又出翻四道門啦，咁啊愛麗絲搞唔掂噶啦，基本上。咁啊捱住先，而家仲有90000几血可以捱2至3 turn 嘅呢度。好。希望射到尾嗰、那个系啦，咁啊可以搞掂。好，我记得翻10%血都唔够啦。好，应该打唔完噶啦，呢度要扣几多万啊？25000几。好彩我满血，食咗个心。咦，呢要扣10000，佢大嗰下大力啲，呢下加咗攻，扣咗30000几血。OK， 咁啊，跟住就到 Big Six 啦，戳到佢出嚟，基本上就完啦。因为我有四个能量 ，return 过一个，跟住好，咁啊，搞掂啦呢度。摄埋个墙，唔好撞到嗰个门就 O K 啦。摄埋个墙打入去，咁就完。O K， 打爆，轻松松。Stage Key 啊 ，S rank 嘅最佳成绩量3分24，呢个3分42。O K， 咁啊。看看有没有报酬了，这个七彩缤纷的玻璃水晶雪球。这个是没有，不过其实我已经打完了，打够15个。OK， 那么看看这个七彩缤纷玻璃雪球的技，它就是如果开够15个 gray 的话呢，你看到有个能量在这里的。
佢就係會出呢、這個8% 會有呢個大能源出嚟每一關，係啦，咁啊。大家要打嘅話就盡快打，仲有7至8日到。咁啊，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嘅，就俾個 like、訂閱頻道同埋贊好 Facebook 陳皮妹頻道專業。咦，唔係話15% 先啱，講錯咗，係15% 出呢個大能源。咁我哋下一條 Star Magic 片翻嚟再見，拜拜。